也是没车位了，我连绕进去看看有没有车位。你就跟着人家走啊，我就跟他走。但我跟他走有个坏处，嗯，但凡有个车位也是他先。哦，这有个车位吗？那我就顺势往里面停车了呀，好不好？开箱视频。开鞋子。跑步鞋。哇，好看啊，真的好看。这鞋买的真的满意啊。主要是这个底太舒适。运动裤，新配的内裤，内裤，这两盒是什么？五折是吧？二五打20%，二五折。啊，这是我帮你挑的，这个毛衣好看，好看的。还有一个，哦，这个是打底式的那种，比较薄，薄的那种衣服，嗯，薄的，纽扣领，嗯，这也是个纽扣，里面可以单穿，也可以穿个衬衫，嗯，这薄料子也很薄，薄，透气，还有一件什么衬衫，这是必备，嗯，怎么样？好看。休闲啊，这样子当小外套穿也可以。我当妈妈高领的外套，它是这个毛衣裙，然后它这个料子就是一种很厚的那种，很舒服的，就是也不会扎。老铁们，双击66啊！然后这个毛衣是我无意中拿的，就是凑数的，当时就试衣服一下，哎，顺便把这个给撕了嘛，然后就拿了这件，结果。上身效果很棒哦。穿起来看看。好啊，就是一个这种肩膀，然后短款，单穿也可以。这里面穿了这个袖子，这里是泡，真的是收紧。灯笼袖。侧边开叉，闪亮登场之王老铁，运动卫衣，上身是锐步。锐步的卫衣，这件卫衣贼赚，20美金，19.99，贼便宜。裤子是运动裤，有拉链，就对，再也不用担心东西掉了。拉链裤兜，然后这裤脚这个也是有拉链的，也是可以拉的。那棒，嗯。这个是买的是哪个码？什么码的呀？上身是 M。裤子是 M， 两个都是 M 吧？哦，这是 M 吗？有可能，卫衣可能是 S。哒哒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，逛了4个小时买的。4:30接近5小时。嗯。吃饭。没少花，你们其他门儿那早是不是我们离？能啊，我去，我们换个话
大姐。少呢？拿捏，必须拿捏。看这块，国内没有。好爽，对，气好吃的，要是这玩意儿，热量有点高。嗯。不能吃。嗯。上面这个派，好好吃的。这边，像国内的酥饼。